今天要跟各位开箱的是，卡丽塔的跟土佐和子厂，日本的土佐和子厂所设计的一个蛋糕型的滤杯。那这是它的背面，这是正面。那我们先打开看看它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。打开盒子里面会有看到一张蛮特殊的纸张所做成的印刷，里面的内容是一个书法家叫本田昌丰所题的，看起来像印刷的啦，所以应该不是亲自写的。里面应该是讲冲咖啡的这个一些时间吧，然后一滴一滴的去看什么什么的。不是很懂，所以大概只能体会这个意境。纸还蛮特别的，可以留作纪念。第二个东西是土佐和子的纸张，听说这个感觉蛮厚的，那跟普通的卡丽塔的滤纸比起来，比较厚，所以在洗滤纸的时候，比较应该是不会塌陷，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。这一张应该是新台币20元。有很多手冲者在买的时候，不太会去用这张纸，因为太贵了，可能会把它拿来冲艺伎啦，冲麝香猫咖啡啊，或冲比赛冠军的咖啡豆才会去使用它，应该有30张吧。那这个胶带应该是原厂封的，所以我应该也会把它留作纪念，不会去用它。那可能在存管的部分要注意到这个除湿的问题，避免日后想要拿来用的时候就已经发霉了。听说是撕不破，颜色也蛮特别的。这是普通的卡丽塔的15的滤纸，这个水浇下去之后一下就塌了，而且超薄的，这个质感还蛮重的。那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这是蛋糕滤杯，15的蛋糕滤杯。这是我之前买的185的蛋糕滤杯。把手部分都还是采用咖啡色的这个 PP 材质。那把手内部的材质是以黄铜来做，那整个杯身的部分跟185一样是采取不锈钢的材质，那内层的部分都还有两个凸点接合的，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底部的设计，这个底部设计是设计一个冰室的一个字样的凸点，是用来撑滤纸用的。那这是它的底部是凹进去的，也是一样，都是三孔设计。那看侧面，这个好像做的比较凸出来一点。也不知道有什么功用。那它这里面唯一不同的地方是，它这个三个铁片是有特殊设计的。那我最近在冲这个185滤杯的时候，搭配
原厂的滤纸，刚放下去之后，马上就变形了。然后在要冲的时候，要稍微要调整一下滤纸。然后呢，水的部分在浇的时候还要往中间敲，浇石拇指还要稍微压，避免它变形。可是当水浇下去之后，让它慢慢上升之后，这个波浪形就会塌掉。那塌掉也就算了，那可能细粉在吸附上面可能效果不是很好。那冲的时候，整个波浪都塌掉，会感觉心情不是很好。一张滤纸3块钱，然后放下去之后做这么薄，冲的那个感觉就不见了，这就算了。另外一个，最近还发现，在冲的过程中，洗完滤纸之后，尽量维持让它有一个波浪的形状，可是，在冲的时候，因为它这底下的这个凸点跟这个孔洞的部分其实还蛮接近的。最近你在冲的时候会发现它贴的蛮紧的，会造成整个水流下着非常不顺。那大概一秒钟滴一滴，那整个冲完之后花6分钟，一直找不到任何问题点。那后来呢，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抓了这两个波浪滤纸角角的地方往上提之后，水流就变顺了。那感觉这个问题到底，如果冲的话，都有这种不定时的话，波滤纸，要非常小心的波，避免它变形。那浇水的部分，在洗滤纸的时候，也要特别小心。所以在想，是不是有什么方式改进？后来在网络上找到之后，虽然它的只有15的设计，可是它这整个铁这个不锈钢片，它在撑起来的时候，滤纸跟孔洞部分就会有一个3mm到4mm的距离，那间接的就会让这个滤纸顶在这个不锈钢片上面，那自然在水滴咖啡液在渗透到底下去的时候，就不会有堵塞现象。即使不用它这一张20块的滤纸，我想用这种普通的滤纸，应该也是可以达到它的效果。另外，它这边还有做一个设计，就是波浪的不锈钢环，是让你固定这个波浪型滤纸，1.5 或1.85都可以，然后固定在这边。让它尽量在冲还没冲之前都不会变形，让你去接这个靠这个凹槽来去做支撑的动作，这个设计上是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没有冲，但是我在想，其实这个凹槽做的还蛮贴合的，可是问题是，感觉就是要把它再贴进去，完全感觉自己有强迫症，一定要把它靠得很好，塞到每一个破烂环里面，才会感觉比较舒服。或许有强迫症吧，但是这个设计还不错。如果会有那种使用波浪滤纸会有这个塌陷会觉得很困扰的部分，其实可以考虑买这种滤杯，不然就是要拿大片一点的1.85的滤纸放到滤杯里面，或许就撑得住。那改天再试冲看看，再有机会再把心得再分享出来。那这个滤杯现在在台湾买要2500元，不便宜。但如果冲的过程中不会塌陷，滤纸贴合也 OK， 那也不会造成水流不顺，其实还蛮值得的。因为通常我在冲咖啡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喝，那所以
用衣物的滤纸其实也就很足够了，那也不需要用到185，那其实这个滤杯其实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很还不错的产品，那它的设计都有达到我想要的部分，那改天冲完之后再分享一些心得给大家知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